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甲总论23。义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这个家道正而天下定，这个是正家就是家道正了，天下就定了。令典呢，好的典章制度。这一条讲啊，易经中说家庭的规矩端正了，天下就会安定，由家内而影响到天下，这是古代明君好的典章法度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敦亲，我们一般讲敦亲睦邻所以这个是从自己家里开始这里家呢正了我们一般讲齐家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从敦亲开始，从敦亲开始，从家庭开始，家庭治理好了，家齐了，就能治国，国是家的扩大，所以这个是由内而外。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